欢迎回来，万丽芬，我是 Lori 老人。今天想要分享的潮牌，它简约时尚，但却有着多元化的表现去诠释潮流的时尚。它建立于中国2012年，是个男装潮牌，灵感来自于每一位中国青年的穿着需求。它就是 Chinism。虽说它是个男装潮牌，但它所吸引的人群可不只是男士罢了哦。有很多网红素人都很喜欢，都曾拥有过它哦。价格方面呢是较便宜的，如果你也喜欢，欢迎去购买哦。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，我们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